来看到凯米台风是携带着巨浪的雨势侵袭南部，冈山点保溪稍早的水位已经达到临界点，整个河水外溢，整排的汽车都被淹没。而在高雄，其实从昨天到今天中午，茂林单日累积的雨量就已经破千，达到了1333.5毫米，雨量已经超过了莫拉克台风。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分享。